后这个再走一下吧，就中间有一段稍微要降一下，这就是正常。然后你没有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是身体的稳定，这都是那种的位置。开始一点点，我说哎，后一个到后面越来越大了。我要来结尾，说一下吧。感谢每条音乐评论，越来越炽热的精神。I love you when you say you love me, baby. Don't touch me, don't touch me. 这世界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该不该，也许你先问自己对这世界爱或不爱。如果说世界它本是一座山和一片海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我们拍个照，对不对？三二一，张颜值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大家辛苦。你想见面的舞台再见。刚刚演完出现在不累，还能再演两个小时，很开心，但是同时也在鞭策自己。是的，这次的舞台服装和没有舞美，那个沙发不算舞美，也不是皮的，也不是大的，但确实是个沙发。然后本来我想要的是个黑色或者红色，能够彰显出我这个帅气的性格，结果后来发现是个纯白色的。然后我的衣服就是这么酷的，就在上面画了很多不同元素的卡通形象，也写了很多我自己的祝福。但这次的服装也是根据我的需求跟老师协调了很多版出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穿羽绒服，突然一个灵感，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你要穿羽绒服，然后里面其实搭的就是偏摇滚偏朋克一点的一种感觉嘛。简化点鼓房，因为我想可能用大家的人声突出一点，就是大家的声，简化一下。这个，然后我先说了再给他，就是不要直接指示的，我就说，因为我怕大家忘了，因为我开头说一下，我结尾再说一下。OK， 那我们这边调试。OK。这边是我们的鼓手小郭老师，这边是我们的DJ石萌老师。身上掉了很多，实在是还是蛮帅的，比较帅气。辛苦大家了，大家在观看演出的时候一定要防暑，还有防人群、防踩踏，还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。毕竟快乐的出来看演出，都希望你快快乐乐回家。所以大家在欣赏表演的同时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首先歌都换了，下一场肯定会有更多的新歌和大家见面，下一场应该非常炸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延奇，来自重庆。我这一部分的一个道具是一个，还记得我初入创造营的初舞台，本来就许诺给我一个真皮大沙发，他们说会很酷很酷的，然后结果后来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凳子。我心想，我这一次自己的音乐节的自己的个人舞台，我一定要有一个真皮大沙发。